这是中国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景区老君山，这里让外国友人直呼太神奇，日出日落，云海星空，雪景，这是只属于老君山的视觉盛宴。著名影视剧《诸山青云志》曾在此地取景，众多明星在这打卡拍戏。明代诗人谢真曾感叹老君山之美，兼泰山之雄伟，华山之险峻，庐山之朦胧。如果你也想感受人间仙境般的景色，一定要在山顶留宿一晚。宾馆床位100元一位，帐篷300元一顶，可住4人。在下山的时候，我偶遇了佛光。哇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